一二三，叫伊嘛伊嘛袂，就是讲伊哦，讲到这一边就乌一边，一边就乌一边。爸爸交过几个女朋友？可能会知，这袂使讲诶，八个啦。啊，我都有数个呢。哦，八个啦。你讲你人生当中的过客八个尔？八个。啊无呢？啊唔对呢？你毋是十九岁甲妈结婚的吗？有你要安怎算八个？你看我。要进国小，进国中就足多个咯啊。国中哦。一届交足济。下尾就当要对叫恁老爸，要恁老爸甲对调一个尔。爸妈怎么认识的？谁追谁？好来，一二三。你看到我的眼神吧？屁呀！真的啦。不是唱歌识识的吗？对啊，要就是看到恁老爸的歌声，要燕子三姑伊看到爱对啊。所以是妈追求你，也是你追求妈？追求我。哪有可能十个人出一支嘴？我唱歌了之后，伊就甲我塞妹的，我甲伊讲了就。去滚啊！无啦，我早三个月。哦，三个月去滚，好好。什么歌？为何欺骗我？你讲你上介爱我，为什么你自己来变卦？爸爸最爱唱的一首歌。我猜晒你啦！一二三。呀，你这个好小金头胖哦。哎，那我的专辑。他的专辑，我跟你讲真的哦，来，你唱一下。我在他乡无边的一面，手心的温暖，拢是你的香味。不错。女儿最让你骄傲的事是什么？最骄傲的事情是什么？爱养笑。一二三，无半项。啊！不是我最后卖物件的吗？无半项。去卖物件要创啥物？迄卖物件是你，是我的，是我家己教导，甲我的。啊无啊！爸爸最担心女儿的事是什么？这简单啦、啊。一二三，要不要？哦，这我实在上孤单的。婚姻，你想完了婚姻，好不？女儿对爸爸最愧疚的事是什么？哦，一二三，叫伊妈，伊妈袂，就是婚姻。哦，讲到这一边就乌一边，要叫伊妈就袂啦。要搁咱甲问，搁讲无啦，爸我无啦，无外久尔就甲问西乡咱啦，缀人走啦。啊，你看你有变消息，啊，你听外讲啊。女儿什么状况下最想回娘家？一二三，婚婚，第二项就是安尼尔。哎、欸，你哪会讲啊这狠心、欸？婚姻的委屈，那个委屈啦、啊，那个是包含啦、啊。啊，佫有无钱嘛，倒来摕安尼。我遐烂啊！早间擦，早间擦，有听过无？就是安尼来。我即摆就是正大光明，欧爷财产希望你紧的啊，财产都在老我。好啦。对。最感谢爸爸什么事？很多呢、欸。当我最受委屈的时候，下落暗号啦，对啦，就是他会 cover 我，那个叫暗号，连你都叫暗号了。只要他觉得我受委屈，他都会跳出来帮我。多久没跟爸爸说我爱你？哦，很久了。你的好笑，那个进前两天你家里讲我爱你，哎，是要偷钱呀、啊？你知道我爸多偏心吗？我这次要去夜市买东西，去百货公司买东西。然后我就给他偷钱，他就会变脸了，没钱啊什么的。他原先他先给我一万，然后后续我觉得不够，他又补了大概两万给我，然后他给我姐多少五千，先给我两千。哦，他给你两千。你讲你上介爱我，为什么你自己来变卦？爱诚恳哦，啊，你袂使骗。好啦，我爱你，我爱你。